你离成功可能只差一节课。希望我们身边的朋友可以来参加这个课程。华人培训界的领军人物。非常欣赏 Henry 对这个整个行业以及系统以及方法论的一个总结。每一个销售的个人的一个发展肯定是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，才能维持现有的一个状态。得到的收获，我觉得可能是十几年他一个从业经验的一个精髓吧。管理者的困难就是如何系统化的一个进行管理，很难找到新的客户客源，寻找客户，怎么能见最少的客户成更多的单。所以如果是你也想知道类似的秘密，你有同样的困惑，欢迎来到 Henry 老师的课堂，一定保证你有收获，可以系统的用到我们工作当中。不要再任何犹豫，赶紧下单。我觉得他未来一定会成功，是个非常可靠的人。做下去，坚持下去，所以我感觉收获非常大。